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这是耶和华的夜，这是一个得胜的夜晚，所以今天晚上求神赐下他的力量，他的喜乐，更新的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晚上祈求圣灵更多的向我们吹气，让我们这个必死的人向着神再次的活过来。所以今天晚上不论你现在有什么样的忧虑，怎么样的重担，让我们仰望神，全心的来敬拜神。我相信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夜晚，就在敬拜赞美当中，神要赐下他奇妙的恩典在你身上，阿们。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全心全意的赞美神。主啊，向我吹气，主啊，更多的向我吹气，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我相信哪里有渴慕的人，哪里有爱神的人，这人是神所知道的，神的眷顾也会在你身上，阿们，阿们。你是，你是我神，如此靠近，就像我的气息，我全所有是你所造，你托着我生命，你的荣美吸引我心，助我更深的爱你，主向我吹气，亲爱圣灵，就充满我的生命，隐藏你荫庇下，停留你同在里，我渴慕认识你，你的血占据我心，一直歌唱不停。我这一生有你同在，我心不再畏惧。你的荣美吸引我心，助我更深爱你，主向我吹气，亲爱圣灵，就充满我的生命，隐藏你荫庇下，停留你同在里，我渴慕认识。从头再来唱一遍，是你是我神，如此靠近，就像我的气息，我全所有是你所造，你托着我生命，你的荣美吸引我心，助我更深的爱你，主向我吹气，亲爱圣灵，就充满我的生命，隐藏你荫庇下，停留你同在里，我渴慕认识你，你的旋律
占据我心，一直歌唱不停。我这一生有你同在，我心不再畏惧。你的荣美吸引我心，助我更深的爱你。主向我吹气，亲爱圣灵，求充满我的生命，隐藏你荫庇下，停留你同在里，我渴慕认识你。我们全心来宣告，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等候你。在你的同在里，我的更新。生命中每一刻都要敬拜你，你已接近我心，我生命，我水江河永流不停。再次来宣告生命，生命中每一天我要等。同在里，我的更新。生命中每一刻都要敬拜你，你已接近我心，我生命，我水江河永流不停。主向我吹气，亲爱圣灵，求充满我的生命，隐藏你荫庇下，停留你同在里，我渴慕认识你。对了，就这样来敬拜耶稣，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口，全心来赞美耶稣。神啊，神啊，今天早上向我们吹那生命的气息，亲爱的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我们。哦，沙拉拉苏拉斯蒂格里阿拉巴苏科沙耶拉。我要赞美你，就这样更多更多，哈利路亚！求神来吸引我们的心，哈利路亚！是个亚拉玛苏，可是亚拉玛塞，来飞塞拆开塞来听，哦，苏可求神把一个单纯的心赐给我们，就这样单单的渴慕神的自己，哈利路亚！向我吹气，主对我的心说话，哦，
单纯的渴慕神，我们可以这样子竭力的来追求神，都是神极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想到诗篇九十篇，神借着摩西的口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可是其中所轻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我们这一生所充满的，能够留下来的究竟是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劳苦愁烦，可是神把他的自己赐给我们，神要我们在这困苦的世界当中要学习来仰望他，来祷告他。所以摩西说，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一个人当他从神领受这样的智慧，一个属天的智慧，他就会知道怎么样过他在地上的日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劳苦愁烦，可是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主啊，向我们吹气息，对我们的心说话，向我们显现。我相信我们这一生最大的需要就是来遇见神。你所担忧的事，很多事情不会发生；你所担忧的事，即使发生，那你要相信神，他也会赐下够用的力量恩典带你走过。最近神把一个话放在我的里面，对我来讲非常的受鼓励，我也把这样的话送给你，期待对你也是一个鼓励。说到我们人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责任却是一件一件的完成。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责任是一件一件的完成。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要学习活在现在，每一个现在，每一个神所交托我们的事情，我们就是忠心，我们就是为主而做，信靠神，然后交托。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今天晚上让我们再一次的为自己祷告，主帮助我不要为自己筹谋这么多。很多时候你为你自己所筹谋的，到最后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有。唯有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全然的放在神的手中，
一切才有可能带来祝福和转化。所以吧，这时候让我为我们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爱神，更多的信靠神，为我们一生的带领，就是这样单纯的走在神的道路当中。我们开口为自己祷告，求神把一个渴慕的心赐给我们。哈利路亚，求神赐给我们智慧的心。哈利路亚，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劳苦愁烦当中，我们要更多的来依靠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更多的信靠神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求神帮助我们，就是这样子常常的活在现在。哈利路亚，希利亚拉巴巴巴巴拉巴巴尤格波希利亚拉，神是你的智慧，神是你的聪明。哈利路亚，就这样更多仰望你的主。哦，希利亚拉巴苏，哦，希利亚纳拉巴希利亚拉巴塞希亚拉巴希利亚拉巴舍勒勒。就是这样，不要专注你的问题，哈利路亚，要更多看见你自己是在神的手中，哈利路亚，不要专注自己的弱小，哈利路亚，要对你的未来充满乐观，哈利路亚，就相信神，凭着信心继续的往前走，不要后退，哈利路亚，因为知道神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就这样坚定的来依靠我们的神。哦，西利亚拉玛舍，可西利亚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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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嘎巴，西利亚拉巴西勒勒。哦，舍可西亚拉玛斯卡拉拉，西利亚拉玛塞拉拉巴塞。哦，全然献上了自己，全然献上了自己。哈利路亚，把我们这一生的年日就这样放在神的手中，把我们这一生的年日放在神的手中。因为我们的神他是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眷顾我们。哈利路亚，是开的拉玛索拉西格里亚拉玛西卡库卡帕索克西里亚拉巴西里亚拉巴西欧巴西里亚拉玛索克西里亚拉玛西里亚拉玛西里亚拉玛西拉伊菲西提基亚拉玛索里亚拉巴西里亚拉巴索心，哈利路亚，让我们的心成为单纯，让我们的心成为单纯，哈利路亚，可以明白主的旨意，哈利路亚，可以行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哈利路亚，西格里亚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西里亚拉巴西里亚拉巴塞勒勒，哦耶拉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你的拯救是从神而来。哈利路亚，所以你的心当这样仰望神，更多仰望神，全心来敬拜神，让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你的心。哈利路亚，一个单一纯一清洁的心。哦，西里亚那拉玛索，可西里亚拉玛塞基亚拉玛塞那拉拉玛塞格，库卡巴萨巴拉巴尤波波波里亚卡巴西里亚拉巴西里亚拉巴沙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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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里亚卡巴。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让我看见一个人，你在你的书桌上面，你埋头苦干，你一坐上去，你就开始拼命的写着，你手中握着一支笔，你拼命的在这个笔记本上面，你拼命的写着，写着，写着。可是我仔细看，在这个笔记本上面什么字都没有，什么字都没有。我相信今天晚上神在提醒你，很多计划，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先祷告，你只是想到你就开始埋头苦干，你就开始策划这个计划，那个写写写，做做做。可是有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你这么努力，你这么辛苦，你花这么多的时间，费这么多的功夫，可是终究是空白的。所以神要鼓励神的儿女，在做每一件事之前，祷告神，仰望神，在凡事上认定神，神要指引你的道路。所以当神的指引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手中的笔才能够为你效力，你所做的策划、计划跟安排才会顺利，才会蒙神的喜悦。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为自己祷告：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我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我要单单的认定你，主帮助我的心思，帮助我更多倒空自己。我要学习明白主的旨意，我不是靠我自己的智慧聪明，靠别人给我的建议，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我就开始计划这个做那个，而是每一次我要学习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在我还没开始书写的时候，我先仰望你，主，你要我怎么做，主，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做比较好，主，求你来引导我。每一次当你这样子做，神的引导就会在你身上。因为当你这样学习的时候，你是在尊主为大，你是在学习要把你的人生放在神的手中，而不是拽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来安排一切。所以宝宝，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更多依靠神，倒空我们自己，没有我们自己的计划，没有我们自己的这些，好像说我们自己所以为的，而是先学习。弟兄姐妹，你不要误会，觉得说那这样我都不能用我自己的思想，难道我都是错的吗？不是，可能神仍然会这样祝福你。可是当你学习把这一些事情先放在一边，先仰望神，这样子你会更清楚知道神的旨意，而且你才不会走冤枉路。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要信靠神，你要信得过神，信不过神就是靠自己的力量，信得过神你就一路亨通。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为自己祷告，主，帮助我学习在这样的事上，特别我要学习凡事仰望你，要认定你，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所行的一切事上，主，你都会带领我，你也都会赐福。 Amen。 让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叙利亚拉巴巴萨拉巴巴叙利亚拉巴萨拉沙耶拉巴西基，让我倒空我的自己，更多倒空自己，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叙利亚拉巴萨拉巴叙利亚拉巴巴萨拉拉巴巴萨拉巴叙利亚拉巴萨拉巴巴叙利亚拉巴巴那个手呀，那手卡拉玛西里呀，拉玛西提亚里，哦，西里呀，拉玛西里呀，拉里呀，拉玛巴巴斯。在凡事上，在凡事上，主，我们要认定你，西里呀，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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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拉里呀，拉巴巴巴巴斯。咕噜，西里呀，拉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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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的灵更多的来浇灌，哦，从头到脚，哦，主啊，从头到脚，里里外外充满你的灵。呀啦巴巴巴巴巴巴巴，苏开呀啦巴萨巴西里呀啦巴塞。主，我们要更多有你，叙利亚啦巴巴巴巴，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古拉卡巴苏科西里安达拉马塞。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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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拉巴西里亚拉巴西。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我感觉神说他要得着你的舌头，是一个赞美的舌头。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埋怨，让我们怀疑，让我们不安。可是神说我要得着一个赞美的舌头。这个言语好像神要得着一个赞美的舌头，不是不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你都学习我要赞美神，诸天要赞美神，穹苍要赞美神，神所创造的万物要赞美神。所以我们这个人要来赞美神，顺利的时候要赞美神，不顺利的时候要赞美神，生病的时候要赞美神，健康的时候要赞美神。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这样求神帮助我们。主啊，我要做一个赞美神的人。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神要挪去我们里面的这些悲哀，
神是要赐给我们那个赞美衣代替那个悲哀，所以当我们起来赞美的时候，为着那个最不好的状况，我们就赞美神。不是说这个事情有什么好感谢的，也许有人觉得说这个事情我已经够惨了，你还要我感谢，还要我赞美，赞美不来啊。是，可是我们赞美神，不是说因为这个事情不好我们还要在那里喜滋滋的赞美神，而是我们知道在不好的事情上面神仍然掌权，所以我们要赞美神，他是全地的主，他是我个人的主，他是我家庭的主，他是我健康的主，他是我死亡的主，他是我儿女的主，他是我侍奉的主。所以当我们这样全心的仰望神，尊主为大，以主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和喜乐，当你这样做，神非常的喜悦，神非常的喜悦，神就要为你出手，神就会把很多的福分加添在你的身上，神也会赐给你力量面对现在所面对的困境。所以让我们唱这首诗歌，我再一次扬起我们的声音来赞美神，感谢神，有主真好，可以认识神真好，真的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祝福。阿们，阿们。主耶稣，主耶稣，我救主，无与伦的上帝，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大爱，是你是我安慰，是我避难所的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你，向主欢呼，愿全地扬声唱，颂赞荣耀能力归于君王，众山归拜，众海洋欢呼，歌颂主的声。是无能与你的应许相比，再来唱一遍，阿们。主耶稣，主耶稣，我救主，无与伦的上帝，我愿一生全心赞美你奇妙全能的答案，你是我安慰，是我避难所的力量，我的一切每个气息永远不住敬拜。君王，众山
作为，我要永远的，你永远要坚定，无一事物能与你的应许相，无一事物能与你的应许相比。哈利路亚，让我们好好的来赞美主。哈利路亚，就为着你的现状来赞美神，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要赞美神。哈利路亚，因为神永远掌权，因为耶稣永远得胜。哈利路亚，是哭的声，哦呀啦爸爸啦爸塞贝，我要赞美你。对了，扬起你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哪里，你不是孤单一个人。耶稣他在我们的旁边，他和我们同在。哈利路亚，让我们众人如同一人一样，在神的面前我们尽情的欢唱。哈利路亚，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我要赞美，我要敬拜你，呼吸我赞美你，我要赞美，我要歌唱，我要跳舞，我要拍手来赞美。哈利路亚，希格里亚拉玛，好看亚拉玛塞，有何先向你极限之荣，可颂可畏，虚情其实。哦，耶稣，我要赞美你，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你。哦，亚玛希格里亚拉拉玛塞，主啊，我要赞。我要敬拜你，我要赞美你，我要感谢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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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利路亚，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利路亚，为着你所爱的儿女，你要调动万物万事，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是可以呀啦吧吧吧吧吧吧，是可以呀啦吧，所以呀啦吧，是嘞。再来震动我们的心，主，再来震动我们的心，全然的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的神他未尝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所以要相信神，不要灰心，不要沮丧。今天晚上我们虽然散居在各地，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困难，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台湾同一个时间八点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一的祷告，有的时候实在是有时差的问题，但是无论何时，弟兄姐妹，当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祷告，我相信照着主所应许的，主说，只要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所以也许就在你的国家，就在你所处的环境，你觉得都没有人跟你同心，你觉得你很孤单，不会，我们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你可以，如果你可以在台湾时间八点参加线上祷告会，你可以在你的视频当中打开你的聊天室，就可以把你的需要
写上来，那我们会有祷告的同工为你代祷，而且我们散居在各地的弟兄姐妹也会在这个时间同心合意的祷告。可是如果你都来不及，没关系，在这个祷告会之后，你也可以写在留言区，我们也会持续为你祷告。我相信出于信心的祷告，神真的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个时刻，我们要为着写在聊天室上这一切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或者也许有经济的需要、找工作的问题，或者你正在面对一个司法官司的这个困扰，我们都祷告神，把你的问题写上来，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祈求神在其中掌权，求神行一个神迹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姐妹，神迹正在发生，祷告的人是蒙福的人。当我们继续的祷告，你一定会经历到那个翻转、那个改变在你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时刻好不好，让我们为着聊天室上所写下来的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好，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祈求神的恩典怜悯临到，祈求神行伟大、行我们不能逆料的事情，在我们中间行一个伟大的神迹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叫有病的都得着医治。 Amen。 让我们这时刻我们同心合意开口来祷告，同心合意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安守在聊天室上，奉主的名，这时刻我们安守在聊天室上，奉主的名，安守在聊天室上。巴西利利亚拉巴斯特列，奉主的名，主应许我们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主啊，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主，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我奉耶稣的名，求你发命，求你发命来医治这些有病痛的弟兄姐妹。因此我奉耶稣的名来宣告一切的癌症，一切的癌症因着耶稣的名要得医治，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宣告脑癌要得医治，脑癌要得医治，一切的血管瘤要得医治。哈利路亚！一切心脏的疾病要得医治。哈利路亚！是个你要爸爸妈妈的要干嘛？大肠癌要得医治。哈利路亚！甲状腺肿瘤结节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哈利淋巴癌要得医治。奉主的名来祷告，奉主的名来相信，来宣告，主啊，那个乳癌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胰脏癌，那个胰脏癌末期要得医治。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来救主所有的癌细胞。奉耶稣的名，奉主的名来救主所有的癌细胞，都要退去，都要消失。主啊，求你再行一个伟大的神迹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为着肾脏癌，主啊，主宣告得医治，得医治。哦，主啊，主啊，求你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主，为着骨癌要得医治，腹膜癌要得医治，匍匐癌要得医治，所有妇女的疾病、妇女的癌症要得医治。主，我们赞美你，膀胱癌要得医治。哈利路亚！谢谢你，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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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瘤要消失，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来宣告，主啊，你的能力、你的医治，主要充满在你儿女的身上。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我们赞美你，主，宣告那个脊椎侧弯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按手在所有的脊椎、腰椎、胸椎上面。奉耶稣的名，那个脊椎盘突出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所有的颈椎钙化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要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或者膝关节退化的问题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主啊，主啊，叫一切的发炎要得医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所有的积水要退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主啊，再创造神迹，主啊，让你的儿女，主啊，主啊，行走有力。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的怜悯，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是行新事。
事的神，主啊，是那个伟大的创造性的神迹在你儿女的身上。哈利路亚，卡巴主啊，奉主的宣告那个失智症得医治，奉主的名，主啊，停止一切的退化，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主，那个地中海贫血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地中海贫血要得医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缺铁性的贫血要得医治，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为着所有的睡眠，主啊，睡眠障碍症要得医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名的宣告，宣告，主啊，我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入睡。主，我们赞美你，挪走弟兄姐妹里面一切的重担和压力。哈利路亚，主啊，主，我们要赞美你。主，为着一切精神官能症，主啊，躁郁症、恐慌症，主啊，主啊，思觉失调症，奉耶稣的名宣告都要得医治。哦，主啊，主啊，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来医治你的儿女。当你的儿女在你面前这样情辞迫切的祷告，主啊，我们祈求你是那创造的新的神迹，主啊，在你儿女的身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为这些手术主的复原，我们祷告，主啊，主啊，求你掌权在其中，哈利路亚，为这一切化疗，主，我们祷告，主啊，你也掌权，主啊，给你的儿女有力量，哈利路亚，奉主命令一切化疗的后遗症，主啊，你掌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让你的儿女不受苦。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祈求你的怜悯在你儿女的身上。主，我们要赞美你，哈利路亚，主，为着一些喜肾的问题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求你来怜悯，主啊，求你来医治。哦，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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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为着一些耳朵的疾病，主啊，主，那个听不见的，奉主的命令他可以听见。可以听见，哈利路亚，是爱的啦，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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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宣告，主，你永远得胜，主，你赐给法官有一个公平公义的心，为着你的儿女，主啊，你要掌权，哈利路亚，把最好的判决赐给你的儿女，让你的儿女不受任何的亏损，哈利路亚，主，我们也为着主，我们家中还没有得救的这些，主，我们的亲人，主啊，主啊，弟兄姐妹所挂虑的这些家人，主，我们就祷告，奉主的名，主，让浪子可以回家，让他们都可以回到教会，过一个信仰的生活。主啊，你说应许一人得救，全家就必得救，因此我们就这样来坚定的来相信你的恩典。好，主，我们赞美你，也为着买房卖房的问题来祷告。主啊，主啊，你把那个合适的买主带来，哈利路亚，主啊，让你的儿女没有受任何的亏损。主，我们赞美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就这样来祝福你的儿女，哈利路亚，当我们把所有这些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主啊，为着聊天室上所写的这一切的需要，主，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成了，成了，成了，哈利路亚，主啊，成了，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主，要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为你的儿女，主啊，预备工作，就如果有人在寻找合适的工作，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你赐给他们，主啊，有神的恩惠，有人的恩惠，主啊，让他们生活，主啊，主啊，没有经济上的缺乏，奉耶稣的名，我们就这样祷告，这样来寻求主的恩典。哈利路亚，主，你要修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主，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你顾念你儿女一切的需要，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们的好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我们必不致缺乏，哈利路亚，我们的身体健康没有缺乏，我们的侍奉没有缺乏，我们的经济没有缺乏，在每一件事上，主啊，你都是我们的好牧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奉主的名宣告平安，
宣告福分充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就是把聊天室上还有留言区的这一切一切的需要都放在你的手中，求主眷顾，求主怜悯，求主施恩。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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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子祷告，而且我们长时间的祷告，每一个礼拜我们祷告再祷告，我们甚至每一天的祷告再祷告，弟兄姐妹，若不祷告，到了时候必要收成，神一定会成就的。所以不要怕，每一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祷告的需要，可是还有一个更大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圣经上告诉我们，得着耶稣的就得着一全体的良药，也得着一切。所以让我们这样子每一天，让耶稣的自己更多的充满我们。每一天我们所要做的事，就是单单的更多的爱神，渴慕神。我在说一切你所挂虑的，甚至你还没有祷告，你未祈求以先，神的眷顾已经在你身上。所以最后用这首诗歌，我们来感谢神，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满满的感谢，因为有主，我们的人生可以顺遂；因为有主，我们的生命可以有喜乐。虽然有泪水，可是在泪水的里面，却充满了无限的感恩。阿们。除你以外，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再来一遍，主的意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主你意外，在地上我别无眷恋。主的意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地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